老娘终于离婚了，终于自由了。房子归我，房贷归你，孩子归我，抚养费归你。我可以再跟孩子说说话吗？宝宝要听妈妈的话啊，等妈妈消气了，爸爸就来接你们。差不多得了，再见了，前夫。走。康夫人。是。小宝，刚才在游乐场玩得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哟，这不是老同学罗美好吗？怎么这么落魄啊？你干嘛？发到同学群，听说你离婚了，让大家看看你混得有多惨。怎么2023年还有人管笑笑？离婚怎么了？让你失望了？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是吗？那明天同学会你可一定要来啊。去就去。好啊。喂，总裁，夫人好像有麻烦了。明天同学会就拜托你照顾小宝。嗯，我要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在同学会上面好好打他们的脸。对，就是要向他们证明离了婚女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呀。但是我最近忙着带孩子，熬夜不说，都没时间护肤，感觉毛孔变大，细纹也变多了。在爱小孩的时候呢，也不能忘记对自己好呀。你试试这个 WIS 时光精粹水，它是抗老的，最适合25+的女生了。这里主打 Resible 胶原精粹，先是抗老巨头藻类专研提取物加玻色因，稳固胶原基底，减缓流失，从而紧致饱满皮肤。还有玻尿酸形成的胶原锁水膜，能更有效的滋润皮肤呢。真的挺不错的，肤感很清爽，但我是敏敏肌，用着没问题吧？这款时光水是 WIS 加新升级的核心产品，有舒缓紧致双认证，成分全绿，放心用吧。吸收好快啊，果然细腻水润，感觉皮肤一下子都变透亮了。小宝，你快看妈妈漂不漂亮呀。明天同学聚会，妈妈用美丽教他们做人。不好意思啊大家，我来晚了。天哪，美好，你毕业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么年轻漂亮啊？肯定脸上动刀子了吧。毕业这么多年了，你嘴还那么臭呢。漂亮有什么用呀，不还是离婚了。不像我老公一年挣大几十万，足以让我在家当个全职太太享清福。就你老公这样给我这个福气，我都不敢要啊。罗美好，你别嘴硬了，你要家世没家世，要钱没钱，还带个拖油瓶，以后找谁接盘呀？再说了，谁家好女人会离婚呀？你不会是在外面勾三搭四被你老公甩了吧？周小小，你错了，我才是被甩。帅啊，老婆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拦着你再婚。自从跟你离婚后，公司市值破千亿，我都开心不起来。如果钱不是给你花的，我赚的有什么意义？再嫁给我一次。这么大的钻戒，这是传说中的哥斯拉。吹什么牛呢？这么大钻石可是价值北京一套房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买不起真的呢？你要是真有钱的话，就把真的饭请了呀。好啊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我付一半，你老公付一半。可以啊，服务员点餐，要一份澳洲龙虾，再要一个清蒸帝王蟹，还有再来一瓶乐华木犀泥，可以吧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待会儿付得起就行。咱们这边一共消费26.7万元。26万？这么贵？一瓶顶级乐华木犀泥价值25万。来，我付一半，剩下的找那位先生。掏卡呀！家里房贷还没还完，你个败家娘们，我要跟你离婚！这么多人看着我不丢人吗？咋回事？我拿什么付啊？不是没钱来了干嘛？不是跟你双人带钱过来吗？每次都是这样。反正我没说要付钱，谁爱付谁付，我才不会给你。